主料五花肉150克辅料卷心菜300克青椒一个葱姜八角一个郫县豆瓣酱油老抽糖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制作时间10分钟内将五花肉放入水中煮至熟透筷子能传过去即可煮的时候加几片生姜和一个八角将煮过的肉晾凉后切成薄片郫县豆瓣剁碎青椒切菱形块将卷心菜撕成块炒到快熟的样子备用五花肉放入锅中慢慢煎煎到五花肉出油并且微微变黄煸出的油可以倒出来免得菜太油腻在肉旁边放葱花姜丝炒香然后加郫县豆瓣炒均匀放入青椒炒至断生放卷心菜加适量酱油老抽白糖反炒均匀即可烹饪技巧一郫县豆瓣和酱油都已经够咸不需要另外放盐二先将卷心菜炒熟以免后期炒卷心菜是将五花肉炒得太老三老抽是为了使颜色好看不要加太多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